实现在打这个冒泡赛的话，我觉得就不管遇到谁吧，我觉得只要我们打好，是不看对手都是可以赢的。打冒泡赛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就是把心态调整好，然后不要有压力，然后放松打，然后平常心就可以。我想对自己的队友还有粉丝说，就是我们会带着所有的期望，然后去努力进这个世界赛。这样选择权来到斯卡这边啊，拿什么去打纳尔？兰博、瑞尔、莱奥纳，这是一套板子。究极控制接火烤，阿诺的兰博很拼，因为兰博是一个对线没那么安全的英雄。斯卡这几个还是卡点米出来的都是不是你爆就我爆了。是的，对呀、啊，点出来这几个都是就是斯卡的绝活来了。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打兰博很难打，巨难打，这个但打兰能摇博。人。几乎前几局就打不了，因为兰博会一直推线，你没有任何办法前几局。然后你前面二踢脚踢不动他。哎，没 E 了，但是这个位置要看杰要杰来出了，来，Q 闪，直接预判到了杰杰的 Q 闪，好快可以呀！有时间控一下下河蟹。在 Q 的一瞬间，就已经反应过来了，同时闪，知道你一定是。应该是有被打断一下，勾到了这个位置，没口只有一个人，可能要被打闪了。这个位置，兔子取消了回城，勾回去挂点人，嘎啦倒钩勾到。背后还是送出了自己的一血，兔子这个位置知道打野来了，想再往前追，但是右边的下路有双闪的，勾一下勾断了玉铁树，小航闪出来，嘎啦倒钩。爆炸了！这下下路，炸了！哦哟，嘎啦的这个倒钩，主要后面进入到就是想止损，越止越损了。是的。本来这波我觉得辅助交个闪，主要这边是当着别人的面进来这个草去回城的，而且这边视野是看到了悠哉离开了下面这个草。啊，这波两个人都沟通上不太好，要么就是咱俩一起在这个草里回，他敢来我们就打，打野就在身后，因为他们是知道后面这个草里有眼的。要么就是两个人一起退到塔前回，谁都没给机会，这波属于就是沟通真的太差了，两个人。思想做的对的，很好，被 LG 抓了一波空档。然后嘎啦的这个反打技能捏得非常死哦，最后这个这样打完，其实 EDG 的下路很难受了，又一勾预判到了，勾 AR 闪出来闪掉倒钩还是要死。小航的鬼魅预判，能力没有那么强的前提下，很难在上路扩大优势。又来了，又来了，乌斯只有四级，刚升的五级，怎么扛塔？没给我顶在前面，再找到个位置逼东到了，接倒钩动不了，下路再一次的阵亡，交大招，哎，再一下，没给我的人头也被拿到。没地方是打野想动是吗？今天就硬要动紫卡，这怎么动？闪现踩，然后大招也给到中心点了。最后接一个大招推出去，爆炸火花收下人头，塔赞埋到了这个草里。来看一下塔赞这个位置没有被发现哦，第一时间玉铁树还交了，包过了塔赞，点下大旗，点赞了。第一时间塔赞过来，在等你跳，再交 W。波波这个位置不敢跳，塔赞的这个 W 捏得非常死，背后闪过来，第一时间想解围，但是沙皇把小王推到塔里了。双方最终完成了一个一换一，都是辅助拿的头，飞过来了，被卡莎飞脸了，而且紫卡过来好像也没什么机会，做到一个辅助，卡莎这边还能持续打伤害吗？主要这一波又奇迹来上，这个位置还是找到了 Scout 过来，就薅紫卡，今天就是不放过这个卡米尔。但应该不会交易清线，交易走就行。但是下打出来，又回家了。对，回家了。又来找紫卡。又来找紫卡。两个人也在改，看紫卡怎么操作，拖时间了。先交易，踢晕阿乐，大招盖出来，等自己的队友落地，所有人都在塔的范围里面吸到了两个人。但上方有个王冕在一顶，顶到了对面的波波。波波只有三分之一的血量，闪现躲过来这个推，但阿乐被推过了塔里面，反身撒了个大招，封路，封的效果还可以。蓄了个大波兵，想把人给锤走吗？没有选择锤走，取消了这个大招，因为他这边还可以继续追击。小航的一勾能不能勾到？勾没有勾到，那这一波塔赞还在往前追，毁灭射击推了出来。小航在等自己的下一个勾，还有五秒左右的 CD， 三秒来兵线了。小航这边勾好了，没有机会了。哇，没有推哦，沙皇。但是 Miko 这边被侠的硬伤害打到只剩300血了。现在这个中期输出的希望集中在了中上两兄弟的身上啊。哎，紫卡这边没勾锁了，可以跳的。跳到脸上，有一个自适应护盾。波波这边怎么说？钻内圈，闪现过来 ，AQ 被他单杀了。
哎，佛佛有点急，他看到第一个爆炸火花打完，他觉得有机会，因为字卡把钩锁交了，对吧？对。他看完第一个打完之后，觉得自己有伤害，但上一周本来字卡想跑的，打了一下发现补不掉血，我。主要他跳的太近了，这个二踢脚刚好踢到他的第一个。嗯，发育太超前了，而且甚至都还是 EDG 在这段时间堵了他接近十分钟。哎，倒钩勾到了两个，下路双人组全部被勾到了。正面波比过来想开团，还好毁灭射击推走了野辅。这样二塔也掉了吧？上路小炮在换上路的二塔，兰博过来直接撒大招。撒的有点歪，这个大闪现勾到 Miko 了，直接越塔过来塔，马上就要掉了。这波节奏其实有点爆炸的，大虎先锋直接撞到了高地的水晶，还差一下，远程兵没有 A， 不拆了。这波，主要时间太早了，时间太早了，拆了反而给 EDG 更多在中线发育的机会。哎，几滴想走被开到了，但有王冕挡掉，而且没人能跟伤害，人还没锤走了，杰杰被留了下来，有太阳圆盘，杰杰反而走不了了，也去找到阿乐，这个侠太能打了，阿乐红温了，打不过没技能，闪现伤害不够，而且同时带线也不能太深。猜到了，猜到 Scout 的位置了，王美被泼了，指到了，交出了一个死亡闪。EDG 这波猜到了 Scout 会在那里站着，赏金是被阿乐拿下来了，又是杰杰盲踩踩到了 Scout， 杰杰还在尽力，真在燃，纯在燃烧自己了，杰杰。但如果这波逼大龙的话，并不好，哦，金角但没 E 了，闪现 E 指到，大招下一个 E 什么时候好？飞过来了，但自己被Gala给盯住了，这边要找Gala，但刀哥勾到了Miko，Miko第一时间没办法补伤害，慢点被雨浇出来，直接把屋子给处理掉了。Gala掉到第一周，刀哥还勾满了，阿乐也不好走，Gala这波把后排搅了个稀碎，这边要找小号，小号有块秒表在等自己的队友靠过来救自己，但宝宝这个爆炸火花应该能把人给炸死，大招这把人给锤走了，选择原地掉跳到他的，他的有个闪现，灵魔屏幕加速直接走，宝宝已经没有火箭天位，但不敢过墙，装备确实太好了。这波本来紫卡皮了一下，被打出闪了。EDG 觉得是个机会，可以追，但没有想到这个侠 A 了几下不对了，不对了。而且这个口子等于说也稍微分散了一下 EDG 的阵型，第一时间他们也是没办法直接做到一个五打四。这嘎啦大一波刀也补出来了。泰坦都有600块钱的伤，就太依赖 Fofo 的伤害了。这个装备的卡莎其实打前排是没什么用的，挡掉了，腹地住了，这边少人的，姐姐反正吸一下再拖队友来，美国给个大招援护一下，大招帮忙推一下，但是跳起来被推走了， Fofo 也被留下来。那哦，闪现勾好自信，这一下 Miko 应该是走不掉了，没有闪现，没有任何技能的。然后是这个远见下来的一瞬间，还是紧急抓到了这波机会。紫卡这把西西看起来要赢了，但他其实这把他享有躺赢权，对面那么高，人有点少。EDG正面锤走一个，只剩波波被打断了，那稳死。很多还想蹲，那 LG 的人更多，波波在勾引，他发现对面人多，一推虽然没有推回来人，但塔在已经上去留人了，赶紧有各种保密技能全交出来再说。秦刚影在赶，如果被开到就要被一波了，这个位置紫卡直接踹进人拳，大招做住了风暴，后面的伤害还可以，仅仅选择卖自己拖延对方的后排输出时间，但他们解决不掉紫卡，飞口先被击杀，飘进来的沙皇配合侠也击杀掉了两个 C 位，那这样LNG 要去世界赛了。是的，阿乐这波大招放的位置已经非常完美了，但是奈何伤害还是不够， LNG 也是打出了一波完美的反打，正面还留到了杰杰不给他回家去守，正面的几个人已经带着兵线一起过来了，杰杰回不去啊，拆基地感觉要结束了，有超级兵，阿乐红温放不出技能，阿乐也被沙皇收掉，他带着大龙 buff 复活的 Miko 还想尽力的防守下，但有伤害的人都还有几秒钟的时间，没有办法，采集地就结束了。这样我们要恭喜苏州 LNG 3-1拿下了第三张通往全球总决赛的门票。
卡对于小航来说，他们在这次季后赛、这次冒泡赛都打出了非常非常不符合他们职业年龄的老成和比赛内容。而接下来等待着两位新人和三位经验丰富选手的就是2023年的全球总决赛。而对于 EDG 来讲，他们还有最后一条命。是的，而明天的比赛将会决定着 EDG 最终的对手到底是谁。LNG 也是延续到了昨天比较好的状态，以及他们的运营没有受到昨天的失败所给他们造成困扰，今天依然有非常完美的发挥出来自己的实力，恭喜他们。而且在最后的决胜局，其实在比较早确立优势的情况下， LNG 依然坚持了自己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是的，不停的慢慢的累积优势，最终是拿到了整个 BO5 的胜利。我们再次恭喜 LNG， 我们 LPL 的三号种子。在上，哎，没大了，泽里没大了，还在打。这样不行，这样不行。这个就开他吧。没有，他们人都在小龙。我有听，他们要包。我快进，我快进。他们现在要包的。哎，我先开这边啊。别，走吧，走吧。他们都来了。我要塔，我要塔，我要塔，我要塔。泽里没大，泽里没大。我有塔，可以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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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打，随便打。泽里没大的哦。八千八，八千八。慢慢打就好了。我开了，我开了，我开了。看龙九能看牛头。牛头，牛头，牛头。哦 ，nice。哎，推中吧，推中吧，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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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踩男啊，踩男，踩男在上，飞一波飞一波，小炮飞吧，能拉开能拉开，后面可以接着打了，后面可以接着打，我有乱后踢的，我有乱后踢，后面没人，有有有有有，没事没事，走一下，走，慢慢来慢慢来，小龙要吗？还能打吗？我有乱后踢，还能打，我都不懂没打，我后面了，我后面了，我要往前冲了，我有没闪对不对？没闪，对，没闪，我没闪，看鬼龙是这边吗？诺，可以看可以看，鳄鱼鳄鱼，刚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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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鳄鱼鳄鱼那一，往前冲往前冲往前冲往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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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避避避这波，三三三。杀了小龙，小龙，小龙！直接小龙，直接小龙，直接中塔，中塔，上塔，上塔，上塔！鳄鱼没闪，来来来，可以往前走，可以往前走！看鳄鱼，看鳄鱼，看鳄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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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鳄鱼！杀前面的，杀前面的！杀杀杀！杀杀！维罗斯，维罗斯，维罗斯，维罗斯！跳跳跳跳跳跳跳！兄弟们，杀完了！这个这个，把那个杀，把那个杀！把龙杀！下了一波，下了一波，灭个维罗斯，先把龙打！灭个维罗斯，乌兹追追追！先把龙打！我个杀，我个杀！没有的，什么剑都没有，闪现！再看一下。Nice， 一波二十秒，二十秒，猜猜猜，一波吗？布隆，能，二十秒，能，布隆回去，这样可以，漂亮，漂亮，哎 ，Nice， 看布隆可乐，哎，这把绕后眼放的不错，哎，猜猜猜，先开一下，十秒，十秒，十秒，能猜吧 ？OK OK， 这把这把不错，爷爷，不是，我必然打前排，打前排，打前排，打他，打前排，打前排，有点一般，放尾接吧，慢慢打，慢慢打，走吧，走吧，拉走吧，现在拉开，拉开，拉开，看看，我有，哎，看吧，看吧，看枪，看吧，小炮，小炮，小炮。看小炮，看小炮，慢慢打，慢慢打，小炮死了，慢慢打。我表，我表，看我 Q， 看我 Q， 看我 Q。可以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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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走，拉走，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瑞尔没闪了 ，AD 也没闪 ，AD 没闪，五秒，五秒。可以打上去，我是没 Q 音。看一下，来开 AD， 开 AD， 拿两 Q 音。他瑞没闪，瑞没闪。来看大龙，看大龙，大龙。我这位置还可以，位置还行啊，看一下。可以开，可以开，看情况。看一下，看。放小炮，小炮。帮我吧，帮我吧，帮我吧。慢慢来，慢慢来。发小炮，我有货架，我有货架，赢了，赢赢了，慢点，慢点，别打后排，哎呀，后排，后排，我有 CD 血，三秒，三秒，来，来，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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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一个，慢点，慢点，慢点，随便打，随便打，辅助没闪了，慢慢打，两秒勾，勾吗？勾吗？随便打，随便打，辅助没闪，辅助没闪，辅助没闪，看我，看我，看我，一般，一般啊，小将 ，OK， 能打，能打，还行，拉走，拉走，就保我，就保我，就保我，雷欧娜，雷欧娜，看一下我冲了。最终一波了，哎，我被炸死了，最终嘛，炸蓝博，蓝博，蓝博没炸，一波了，一波了，看啊，别管了，别管了，一波了，一波了，可以杀，可以杀 ，nice， 无敌，嘎 ，nice， nice， 哇，真的，打了太多比赛吧。